假设你设了动画以后，比如说各位你看一下好了哈，我就每一张都把它设一下。好，我一样是接续前动画，这一张的话是进入，菱形效果。OK， 好，一样是接续前动画。好，现在呢，各位你看一下，我比如说这样是设定好了，这依序的产生就对了，依序的出现这样子。好，如果说你呢设好了，那针对于其中的一些设定你不想做了，比如说，比如说我中间这一，比如说我这个中间这一张我不要，它的效果不是说这张删掉，不是。我这一张我不要让它动，所以各位呢，投影片里面的物件，哪些要动，哪些不要动，都是你可以去决定的。那我现在来看一下，如果中间这一张我不动了，我把它点一下，注意看，中间这一张我让它保持不动，那我就把它点它一下。我本来有设定它动画的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点它一下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是这一个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所以你点到它呢，就视同为选到这个动画的设定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按一下移除，有没有看到移除？就代表这个动画的设定，这一张的动画设定我不要了，有没有看到就不见了？那这样它在动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预览看一下。你看第二张，它从头到尾都有存在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不动了。所以动画呢，并不是说每个东西都一定要动啊，不用，你自己看着办，哪些到底要动，哪些不要动，先决定它，然后呢，谁先动谁后动，你再去把它依照你要的样，依照你要的剧本，我们讲剧本，让它呢跑一遍，你把它设定好，让它跑一遍，看看有没有按照你要的剧本这样才动，这样子。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部分，内定动画的这个部分，设定动画的部分。接下来下一步呢，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讲解的叫做制定放映。好，同学，什么叫制定放映呢？很简单，比如说你今天呢准备了很多张投影片，我比如说好，你今天是旅行社好了，那旅行社，我们旅行社是在干嘛的？旅游的嘛。那旅游又分为什么？旅游又分为国内跟国外嘛，对不对？国外又分为什么？想死不想死的旅游。那想死呢，就带你去 ISIS 那边逛一逛嘛。幸运点就回来，幸运不幸运就被抓走了嘛，就等着被砍头这样子，用人用赎金换你回来嘛。就想，真的有人真的跑去看呢，跑去伊拉克，你知道吗？就会看到 ISIS 长什么样子，最好还是跟你合照了。我跟你讲，耶，这样子拜托，要不一定要在那抢劫，你扣口令哦。那有人就真的就喜欢跑去那种很危险的地方旅游，像各位昨天有没有看新闻？我们国内还有跟灵异旅游团，有没有？结果还真的跑去看到尸体。惊噶，等于话是惊，我来讲好，这个各位在台南要去灵异旅游，不用跑那么远，台南就有。各位，台南的西门路上就有一栋全台湾最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灵异大楼，有没有听过啊？新闻上面的隔壁，以前叫杏仁医院，有没有听过杏仁医院？他那间现在要卖还卖没有要卖，没有人敢买啊！我小时候，你知道新仁医院多热闹吗？我小时候不是只都没有人那种热闹你讲足恐怖。我小时候的时候，那间是很有，是台南很有名的医院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奇美、成大都没有，所以新仁是早期我小时候三十几年前。它是台南数一数二的大医院，是后来才有了奇美，以前叫逢甲医院，移过去了，所以杏仁医院后来就荒废掉了。
哎，啊，荒废掉，那时候就是变成说，就挤进医，那个是医院嘛，只要没有做医院的，就觉得会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传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所以就比较那个，反而比较恐怖的其实是星光三月比较恐怖，因为星光三月西门店嘛，哈，以前是什么？以前是那个监狱嘛，啊，监狱后面都会建那个漂亮的那个刑场，对不对哈？哎，所以反而是那边其实比较恐怖的哈。所以那时候国泰买了这块地以后，故意让它曝晒十年，荒废哦，故意不盖，让它晒十年，让阳光去晒那块地，啊，晒那块地啊，希望能够减低它的那个阴气。对对对对对，可是。后来想说，你有他们太小看的阿飘了，他们不会先住到隔壁吗？啊，楚等那地方情况可以聊，就是附近那住嘛。啊，新居落成，那再回来，哦，叫我们，哦，所以其实那边如果灵异体质重的，还是有时候去会，对。其实我们有个朋友是以前里面的柜姐，他都说其实里面发生很多事情，可是都被养挡下来。他们说最惨。最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就是坐电梯，他们是坐的是那种店员专用的货柜电梯，经常都看到不同的人，没看过的人跟他们一起坐电梯，啊，问嘛都没有看过这个人，经常都看到一些陌生人坐电梯哦，因为他们其实都穿制服干嘛呀？他们后来都心照不宣，都不要讲话了，反正就坐电梯而已嘛，哦，哎，好，所以基本上那个是比较那个，哦，好，哎。气氛节他来讲，哦，更增添哦浓厚的气氛，这样啊效果，哦，好了，我怎么讲到这边来？啊，所以这个吼，你只要心善，对不对？哦，半夜呢还是会怕鬼他们，善良人还是会怕，当然啦，怎么不怕呢？对不对？哈，好，来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今天是做旅游的，我们可能会准备国外旅游跟国内旅游嘛。好，你今天跑去客户那边简报，对不对？那个老总说，我们要国外旅游，国内不用报告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个时候，你 PowerPoint 都做好了，国内跟国外了，老总啊，我就做了半立功平安，那个等一下收我彩券，什么不可能嘛？所以你一定是只给他国外的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所以通常会这样子。如果你准备的 PowerPoint 是范围比较广的，你可以针对不同的状况只播那几张，听懂吗？这叫做自定什么放映，自定，自己自定你要放映的投影片是哪几张，这叫做自定放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设一次看看，虽然只有几张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设。来，假设我们现在只要播放135这三张就好。好，哦，我们只要播它，像各位应该总共有七八张嘛，我们只要播135这三张就好。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来，请各位注意看，请你呢到。投影片放映这个标签这样子嘞，好 ，OK， 投影片放映这边来，往左边看有一个自定投影片放映，告快点，自定投影片放映，点下去，这边有一个叫什么自定什么。放映，来把自定放映点下去，自定放映点下去，这边，后来，他们家有没有这个画面？有没有跑出来？有，来，我们来新增状况一，新增告快点，新增，来按一下新增这个按钮好不好？在右上角按一下新增。好，看到了没有？一个功能表示跑出来了。来，我们状况 A 好不好？来，上面写个 A， 投影片放映名称这边写个 A， 有没有看到？代表状况 A 的意思。
如果状况 A 我们就放135，状况 B 就放246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是状况 A 对不对？看到了吗？这边写 A 了没有？在这边。好，来把第一张投影片点一下，好了吗？第一张点到了吗？好，按新增，是跑到右边了。好，再来点第三张，再按新增，哦，跑到右边了。135，来把第五张点到，再按新增。好了，同学，是不是135过来了？所以呢，右边要有三张吧？有了吗？有，就按确定。好，同学 ，A 状况是不是好了 ？A 状况有了吗？再来，请各位注意听，麻烦各位再新增一个叫 B 状况，只要246就好了。怎么做？状况 B 246，怎么设？自己先做做看。刚刚 A 你会做了，现在 B 你自己做一下。B 的话呢，只要246这三张。